狼人自灭啊！真的哎、欸，狼人内讧就爆了。泱泱跟小雨是女巫，嗯，你们有读到吗？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对，就差一点点。感觉他也是被队友打死啊？不是啊，哎、欸，我是被打到剩半颗星我才游走的、欸，哎，然后被雷劈，然后游走，我想说喝个那个药水不是有那个吗？宝石效果，嗯、开始回的时候马上雷劈下就死了，神之落了。你们真的会抓时机哦，真的，想那个很好玩的东西，嘿、hey ，什么东西？踩在钻石砖上面会死掉。啊！然后你要在，然后他们都钻石砖，是不是？你看到，哎，快，不要这样！哎呦！碰撞起来！碰撞！自己下去了。蛮行。我们要去那个1.14.4了。好。看地图。地图。我要下载的意思哦。赶快载一下。它很快的。很快啊。麦块本体比较。比较慢一些。不用。说话吓死我了！宰一个，宰了，没事，宰一个。今天有游戏体验就够了。你们刚刚怎么不早点拉人？没有，我刚刚，他到底是要按什么啊？我搓了半天搓不出来。按右键啊！哦，哎，几条按右键没反应哎？还是对地？哦，要对地板，可能要对地板哦。哎、欸、啊！我那个病人呢？我刚刚看到繁星，也是点地板啊，也是点地板，都是蛋要点地板。所以就是两个的话都是超地板，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使用啊。对，就是有两个病人，他还是可以游泳啊，都不会用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游泳还是可以游，还是可以游。嗯。我刚刚其实正在等你们拉人，拉到我口水都快流下来。哇，你刚好等到两个新手，给我们学一下。啊，想说你们会拉，没有啦，你要教学一下。不是，我一靠过去你就说你干嘛？不要靠近我，你们都去死。他要过来，然后说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样你们拉人，我把他打下去。哦，好，你了。好，下一次。我们要来超级多人的亡命奔逃。好诶、欸。等一下，那个观众吗？对啊，不然嘞，你跟我讲一下那是什么吗？那个我鬼抓人，鬼抓人，对，鬼抓人，想办法跑到最后，不要跑。反正就跑酷，然后就跟我平常玩的东西差不多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差很多。你介绍一下，我再去拉更多一点。好，就是喵哈，你最不擅长那个，对，就是他会满满的一堆跑酷这样。对，那个不好意思，我的游戏可能要宅到10点了。你可能就只能一直用那个观察者模式在玩了。对，那现在可以有办法，就你们说切换输入法要你们是用什么按键把它弄开？Ctrl 加空白键啊。加空白。对啊。哦。你如果真的还是怕按到，你就用那个 Ctrl 跟 Auto 中间不是用个吗？视窗符号。嗯。视窗符号再加空白键。直接锁定成英文。哦。对啊，可我可能要研究一下它在哪里。不然就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再帮你设定啊！我这边我是把它设定 Ctrl 加 END 才是那个切换，因为现在真的太 K 了，刚刚整个一直卡到那个东西，跑不起来，因为你会边跑边跳按，然后又蹲又刚按空白键、啊，然后那个点箱子的时候最麻烦，我也是这样子，我也是会卡到，对我现在就刚那个完全卡那个东西卡到死掉了，快小雨，那就。哎、欸，要不是你自己哎、欸，啊，好吧，我要澄清。说法真是你从头到尾一 ，K， 我打字，他可能觉得哇是繁星大哥，哇是观众哎、欸，繁星大哥，繁星哎，我等下就这样对你哈、啊，团团，不要，爸爸不要，我没有这样，是团团哎，不要，团团哎。我要在你身上射满、哎！等一下，我们俩都那个杀手，都催人的，就不要催啊！互砍呢？对，我对这个起点互砍的吗？信心哎、欸！我先出去打一架哈。先信心啊！不行啊！
可以、啊哦。我们一直都对你这个没有信心啊。没有啦，我之前还被鬼同指的。没关系啦，反正就顶多死掉而已了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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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鬼完全不杀他。他这个都会有简单的路，嗯，就是比较花时间，所以你要去找那个简单的路径。然后鬼完全不杀他，跑过了你跑不过，跑不过了。你可以走鬼的路线啊。太鬼，拍谁？我要走你家哦。要等他先过啊，躲起来。路过路过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拍谁啊？我鬼接了。拍谁啊？我落汤照啦。哇，你玩之前重置一下好了，游戏重置。重置。好。看几个啊？一二三四。哦，哎呀，二零，嗯，这个人数鬼要几个啊？有他那边有数，我所以我问他，二零，所以我问他，不是十个，二零要几个？不是我设置，五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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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多、哦。嗯他最多是四个鬼，你去哪里？那就四个、啊。尴尬喽，五个太多了，三个啊，三个，好，三类杀手建议人数17到24，哎，差不多，我们现在22人，23人，还有没有？哎，我讲真的，感觉三个就够了、欸，我也觉得差不多啊，没有，他就是说三个杀手，一定要吗？他建议，哦哦。你要两个杀手也可以，一个也是行，一个应该是不行。不行、啊，那一个如果是酱油，那对，那两个如果是泱泱跟酱油的话，三个是泱泱酱油喵哈的话，哎、欸，不行啊，那如果三个是泱泱酱油跟喵哈呢？对吧、啊？那我们就一直看起点画面就好了，我们就再筛一次。那团团呢？为什么这边有个神秘空间？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人的 skin 好棒哦？在哪？我要看。那个跑在跑酷起点的那个地方。地瓜，呱呱人呢？在哪？呱呱人。他怎么不见了？没有，这个要从上面跑酷跳下来。好。怎么嘞？躺着嘞？啊，去厕所吧。去哭了吧？他掉了。他去哭了。去哭了。去哭了。他怎么吐了吧？他刚吃掉我，应该是觉得太油了。哇！是太油了。我看懂了，他前面跟后面都是国字哎，对啊，很团把你吃了之后，他就开始有吐的效果。不是啦，我踢到主机啦。所以你脚趾在很痛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踢到主机了？不小心碰到，然后他就开机了。欸、他就重开机了，好哦。你太可爱了吧！啊，真的是。你的主机要不要用乐高做啊？不要了，这样你就不会再踢到他了。太痛了，没有你下次踢到他，你就没办法再开台了。痛到爆炸！原来是主机的盔甲。吓死啊！你就来啦，好，来啦，看啊，23个人的亡命奔逃了。哇、哦、角色配置他建议这个24人以内3位杀手。哎、等等等等等喵哈喵哈你要反过来想。喵哈你要反过来想你是杀手你就可以慢慢的跑。哎、欸、鬼不用跑过、哦。了解地图。哦。对。有理有理有理。鬼的路线没有什么跑酷哦。嗯对。鬼就可以慢慢走。哎。哎、欸，又多一个，又多一个，24个人，二十四个人。不是因为真的太久没被找，现在一直疯狂给我游戏体验吧。很好啊，啊，那个要怎么让他自己去蓝队，还是让他自己去？嗯，哎、欸，有那个踩的可以踩，这边加踩这个东西，这里是不是这个 ？B H I， 把它 T P 过来。对啊，哎呀呀呀，到了。看，我不是做地图的，那就来喽，喵哈，加油，加油，可以啦，哥哥，哇哇哇，喵哈，啊，太多人，加油，好多人哦，喵哈，喵哈，看屁啊，太多人了，这个啊，有碰撞，看不到路，看不到路啊，杀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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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好来喽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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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急了太急了太急了！太急了！我来了我来了杀手来了！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？啊！已经有按到已经有按到了！有按了有按了！杀手来了杀手来了！好急呀！完了大家哎你们加油哎！杀手来了！杀手杀手！杀手来了！怎么一堆人喜欢跑酷啊？你看这里都是跑酷失败的。他是音乐，他是音乐，他是音乐啊！你记得他吗？他是音乐啊！你忘了音乐了吗？一二三四五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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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！我们上面团团水道，水道，走开啊！有机会的，团团，还有机会的。好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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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帮你们争取一个杀手的时间。小黑，太难跳啦！为什么你们看起来都这么轻松啊？是这么的轻松啊？哎呦哎呦，这个我们有好队友，好队友 ，good good good。哎、为什么连最后都可以掉下去？不要推挤，不要推挤，他可能被挤下去了。我瞄啊，你手上白金。我要看你，我看你怎么跳。我就看你怎么跳。玩到的下一场。这里有可以不用跳的地方吗？来，你请跳，开始你的表演。有啦，那边其实不太需要跳啊。这边超难跳，瞄哈。你为什么不走上面比较好？你走上面吧，有不用跑那个跳的，有不太需要跳的。死的可以教你啊，死的可以教你。哎、欸，这杀手完全没有体验，他永远在水里耶。他还在那个水道，你知道吗？来来，跳这个，跳这个。对对对对对。笑死！我被推下来了吗？然后苗，我教你这边可以用跑的边跑边跳顶头。我卡到输入了。你慢慢走也可以，慢慢走也可以、啊。没有，他把他的刀 Q 出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的队友感觉都跟你一样棒啊！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走长长的那一条比较好，不要贪心。哎、欸，有一个鬼，有一个鬼来了，有一个鬼来了。所以这里要怎么上去？哎、欸，回头，对对对，左边左边。哎、欸，左边那个梯子，有点厉害，他有点厉害，有数字哦。好了，准备了，准备进场，准备进场了。我该走了。哎，三，进啊进。哎，你要记得左边哦，那么多人，那个史莱姆一定很难挤。好挤哦，真的好挤啊！身上再跳，再跳团团。你那个东西是回到初点的地方，回到前面关卡。你还在第一区。你刚刚那个方块是回到前面关卡的地方。团团，你好猛啊！哦。非常可以哇！我现在只有两个方块哎。对啊，第一，你现在第三关啊。对啊，拜拜拜，猪猪。没关系，我们有个好队友。往前跳，往前跳，往前跳，再往前。每次都不懂哎。按按蹲下可以直接跨过那个1.5格高。教学中。喵喵正在边流着泪边努力的跑。然后右边是他们开的那个狼人的。杀手右边对不对？这边对，你看你当杀手多棒啊！都不用跑，完全在看地图长什么样子而已啊！你先熟悉啊！你要这样想啊！你当杀手，你永远不会死。你要想，你当玩家的话，你都没办法熟悉地图了、啊。对啊，还赶时间，可以当观察者啊。那跟自己跑的感觉不同啊！对，哎，这边是幸存者的地方。哎，有鬼来了，鬼来了！对，一样走这边。哎，这个鬼好强、哦！快，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有游的，有游的，瀑布用游的。对，游的绝对比较快。走开！哦，这是水哦。是，走开！然后这边就是有点一个人不算跑酷的跑酷，往前往前往前。是吗？我在这边留守。多人留守。那这个有点考验技术。对，如果不要的话，你就走楼梯。走楼梯，走楼梯，可以的。好，走楼梯。嗯，他在史莱姆了。对。OK。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键一直在掉下来？那是 bug。有看到啊？走开！你的肉都在前面。你看看，跑不过去的。你可以下去游泳，下去游泳，走梯子上来。你离开这里，挡一个人就很累了。要爬楼梯，要爬那边的楼梯。快来了，快来了！不要你走开，你走开。等一下，怎么还少一只？另外一
哎，还有一只小杀手吗？对啊，那只杀手嘞？你走开！小龟那边。哎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走了。快跑！又游的，又游的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我没有见死了，快跑！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来来来来！那个观众啊，你往红色的门一直走，有听到的话。要人盯着，要人盯着。时间呢？时间呢？没有，他突然居然来了，给我答案。留守，可以留守，我们这个不留守很可怕。哎，这里不能跳，是不是啊？你在哪里？我在。快跑，快跑！先上去，先上去。为什么这里楼梯？楼梯那边比较好。哎，这里啊，你走中间的水道直直走就好了。这里可以疯狂送他们，疯狂送他们。对，直直走。因为左右边都有点吃技巧。点了吗？有人去。有。OK， 留守好。那个剑子，来来来来，谢谢。好了，那个剑子不一样。